错，所以你就不用说了。所以那个滚筒应该是永远都是干净，就是油水它一定就上。你除非洗到比较脏的酱料油污。哦。对对对对对。那这个都可以水洗，这边也可以水洗。嗯。对，这边也是可以水洗，用一点清洁剂是没关系。那家中有地毯的需求吗？没有。好，目前的 V12S 这一款的话。一个硬地板头跟洗地头，它现在优惠价23888，十万，那它额外会再送这个滚筒，原本的一支额外再送一支。对，所以如果说我可能洗到比较脏的地方，你可以拿另一个先替换用，然后再一起洗都 OK。对，神奇。哎，所以上面的段数是可以调整吗？还是去这个吸力的话就都一样哦？就刚刚那个吸力就有。OK OK。对对对对。V12。对 ，V12S 要 S 才会吸。是小的。对。Submarine，S 是小的耶。对。那这个刚刚这个的用意是，你可能我洗完地板之后，我担心这样拿会滴水。谢谢。这样子放这个，拜拜拜拜。这样子放，然后再拿去你的浴室，这样比较不会去滴到水，这样子。嗯。这个是另外一个等级。对，那相对来讲，它的吸力是里面最强。对。可是它很重。非常之重，3.2公斤。对，我都觉得我手好像。啊，可是你是放在地上吸啊，你又不是抬着空气。是一样。还是很重。你拿看看。啊，不要吸到水，对，所以这边我刚刚有用到水，我们就用这里。但它的声音里面来比它小声非常多，因为它有降噪，对，它有在降噪，不需要用到强力模式，所以不能再用声音去辨别吸的干不干净。是错觉的意思。对，因为以前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好像很声音很大声，因为有线吸尘器，对，所以觉得要很大声才吸的。那目前的12跟军犯，你选到中间模式，你所吸到的灰尘量都会比较多，它会自动提升。会自动怎样？提升吸力。吸力会转变。自动变强。对，所以像这样子哦。那以及现在的军犯跟 V12，下面这个头都会在发光。对。现在选到中间模式，蓝色的，对，听声音，它会自动提升，对，所以你就不要再调整了，到底要用哪个模式去吸，这样就会比较快，比较干净。绿色的光就看到哪边没吸干净，就会很明显，对。对，那军犯也有魔法石，所以。要选的话，主要是第一个谁用最多？谁用最多？对，如果说女生一人买一支，也会用或者用比较多，我们会推荐到九万。那如果说男生用比较多，又想要吸力很强，我就选。对。啊，如果要洗地功能的，还很抱歉。对对对。所以它到底这个巨无霸是设计出来这样？哦，它是属于经典款，它的吸力已经比所有无线吸尘器强很多，也比有线吸尘器强很多。因为我们自己戴森出的有线吸尘器最尾巴的 CY29 那款，吸力可以到175瓦，但是它已经到262，对，所以强非常非常。那声音又更小。重到有不得，没错，健身啊，减肥，手会痒到，用两只手啊，然后二头肌这样，对啊，健身啊，要不然就做三折，完美健身器材，太好了，谢谢您的示范，不会，我们再讨论，好的好的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你朋友3000送300，包括你这些，好。